会宁时间，卢浮宫的胥丽馆也叫做苏丽庭院。这里的藏品包括由拉美西斯二世坐像，他是古埃及第十九王朝法老。这一尊呢是大斯芬克斯狮身人面像，是著名学者商伯良带回来的。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法老纳克塔内波祈祷像，他呢是古埃及第二十六王朝法老。这里呢有一组共六个狮身人面像，约公元前三到四世纪的作品，远看整齐威严，仔细看他们脸上的表情却不尽相同。很快呢我们又可以看到啊，这个米洛岛的维纳斯，正宫三宝之一，另外两宝呢，圣殿女神和蒙娜丽莎，在德农馆。不管何时来到卢浮宫，看到的是他所有藏品的一部分而已。会宁时间，法国巴黎。